小弟，哎，等一下进去什么都别讲，给他钱就拿货走，拿货走，大哥验货，用信用卡刮一刮，然后我来。哎，主人在哪里煮？有叫他去消火，等一下，哇，应该是炭火。你要可以分尝试吗？哇，好咸！这个烟那个熏到。周六晚间10点，开着餐车交朋友二。